家好，我们今天又在 Studios Made for Me， 欢迎回到恐怖之歌。那我们继续，现在把灯打开，应该就不会那么恐怖了吧？我希望啦。那现在打开，光是我的好朋友哎、欸，这个我刚有看过吗？金色火钩。现在怎样？现在怎样？某个东西正在靠近，你必须赶快藏起来，环顾四周，你可以找个地方躲。不就旁边的衣柜吗 ？Over there, the hiding place. 真是很糟糕哎、欸！你成功躲过了暗铃，但最糟糕的还在后头，请保持冷静。为了冷静下来，你必须根据心跳的节奏按下空白键，不要让你的心脏跳得太快，否则会开始恐慌。最重要的是不要看它。Was that for real, or am I imagining things? 真是很糟糕。连我的童年记忆都不如这些玩具古老。这个玩偶之家令人赞叹，看看这些细节。如果我找到任何娃娃，我会把它放在这里面。好，所以我现在开始，不但要想办法压制门，然后还要想办法躲。真的没问题吗？来自远方的小雕像和面具，如果我有时间，我会像以前一样旅行，看看我能不能说服阿梅利亚或者是伯纳德。哦天哪，这边好，这个宅邸超大。没有电的话，我就没有办法使用这个投光机。可是我已经不是把电打开了吗？我不确定，但我认为这块电池属于那个投光机、投光器。得亮！我猜这些植物因为下雨的缘故，长得又绿又好。周年纪念快乐！可是没有任何人在庆祝啊！烤肉前非常适合从火堆中取出食物，又或者能够勾到手无法接触到的地方。OK。手无法接触到的地方，然后我只要想到这个游戏就是会急死，我就觉得我的每一步都要非常小心。遥控器，车库遥控器，哦，楼下的。1905年印象派画风令人回味无穷。这是我在房子里看到最可爱的一幅画。非洲面具，有些是印度，虽然那不是我的专业领域。一个装有联系人的档案柜，我们的画廊有好几个，
那我们是本世纪的。百科全书字典。如果你需要藏身的地方，请记住这张桌子。可爱的扶手椅被书包围，我不介意坐下来看翻看几本书。别闹了，好吗？我觉得我要先……哦，有东西卡住了。那我是不是要用这个？如果能使用的话。我都想说，我都已经把灯开了，居然还有这么多阴暗处，你就不能早上再来吗？Yes。艾萨克·法伯的第二封信给哈森，在8月10日，写于8月10号，由古董店的老板寄出。亲爱的塞巴斯丁，我想第一个时间告诉你，我需要休息一段时间，这意味着从明天开始我的店将会关门。我希望你能从我这边知道这件事情，而不是从我店门口的通知。目前我的女儿在外面出差，我必须承认我一个人要管店里的所有东西有点困难，尤其是我最近一直睡不好。只要她一回来，我们就会重新开始营业。你放心，我会第一个告诉你，希望到时候我能好起来。请代我向你的家人致以最热烈、最真诚的问候。好，这边这一间是。哈森大宅的立体图、立面图，上面有一些说明，音架在这里。搭设音架，喷涂外墙，修复漏水，修复松动的瓷砖，检查旧管道。这里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只有一个旧的录音机。听一下。应该是没有人吧。好。Oh God, is there someone on the other side?我先去楼下好了，我有拿到那个钥匙，就是遥控器。那一面墙超恶，还是我可以先进那个房间。哦，这是厕所，厕所应该没什么东西吧。我今天那个房间超暗超暗，暗到一个就是我看不到里面。现在可以开灯，应该没关系了吧？对啊，它是超暗欸。开灯，光是我的好朋友。好意。床上散落的旧唱片，有古典音乐，虽然我不认识。哦，娃娃，插着花的布偶。单纯的，它是快乐还是单纯的饥饿？管家玛莎的录音，上面写的是1998年9月11。Started sleeping in Saul's room with the children. She's been avoiding me lately. She
不惜一切代价逃避睡眠。啊！哦。所以他们都要离开了吗？就是不管是管家还是怎么样，就是他们发现他们就是哈森一家怪怪的，然后变得有点不愿意睡觉。何苦行？好诶，可以出来真的很好。夹子。车子的引擎盖被打开，好像是电瓶坏了。拉森一定把他的资料留在车里了。是。台剧的资料，里面好几张纸。能跟第一个合并吗 ？OK， 不是。车子看起来相当舒适。有全部能想到的配件，我可以出去了吗？我知道我老公不在这里，不对，应该是我前夫。好吧，既然我拿到电线，电线应该是要给楼上的灯，对不对？这又是干嘛？他们家真的很大。烤肉架让我想起我和丹尼尔在他叔叔和婶婶的海边别墅的度过的夏天。锄头和铲子，我猜是拿来园艺的。有什么东西呢？好吧，应该是没了。那我可以从那个门走进去吗？嗯。哦，这是管家使用的侧门。我可以用哦，那个钥匙已经不见了。好吧，那我就走了。回去楼上，把那个电灯打开。现在多一盏灯，都对我是好事。然后电瓶接电灯，使用。我宁愿不碰那些电线。好，我想它可以转动。哦，消失吧！这是黑暗的东西。OK， 要分段。先听的黑白的黑白和深褐色的照片看起来很现代，但我认为他们是想要给照片有老旧的样子。这是什么金钥匙？感觉很有历练的钥匙。玛莎
是玛莎的房间吗？一定是仆人房的钥匙。哦，天哪，这边又是一个很奇怪的房间。我完全不晓得这些唱片上的乐团，我一定是老了。一张很有趣的海报，《镜中蝶》，我很喜欢卡罗尔。每个人都认为这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故事。满满都是奖杯，这个女孩是个行家。衣柜已经被清空了，这女孩似乎是个溜冰高手。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滑冰场了。这是什么？胶水？我见过用类似胶水修复古董，如果对他们有用，对任何东西都有用。一个女孩的床虽然是整理过，但布满了灰尘。吓你！啊，没事了，没事了。Where was I？ 所以玛莎的房间在哪里？后仰。反正我接下来要记住所有可以躲的地方。这边没有声音。应该还好吧。一个书架挡住了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哦，这后面有东西。我先进这间好了。厕所。马桶被堵住，而且有股臭味。哦，亲爱的，我看到下面有东西。夹子使用。好吧，是我也不会想要用手去碰这些东西。哦，好讨厌哦，肮脏的老布娃娃，多么可怕，令人不快的东西，恶心。使用到一半的牙刷和卫生用品。它只有储存并退出，哎，好糟糕。金属环，没什么特别的。可是我怎么觉得这金属环是某个东西呀？钥匙的感觉。Yes. OK， 知道粘什么？哦，断掉了钥匙。OK OK。好，我知道了。干得好，索菲！听一下。好，应该是没问题吧。第三封信，8月15。亲爱的塞巴斯丁，一切都在崩坏。我不晓得我的电话怎么了，但我似乎无法联系到你，所以我才写这封信。我祈祷现在还不算太晚。
塞巴斯丁，不要听那个音乐盒的音乐，我重复一遍，不要听那个音乐盒的音乐，那个旋律有问题。我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的听着它，当我走路、读书、吃饭或睡觉的时候，甚至在梦里，这一切变得越来越严重。我感觉我在被谁注视。塞巴斯丁，起初它只发生在我梦里，但最近我在清醒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尽管我发现最近越来越难分辨两者的区别，这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身边，就像是一种奇怪的存在。我感觉到它就在大厅，在走廊，在我背对着每一扇门后。我不晓得发生了什么。我很抱歉，我亲爱的朋友，我诅咒我寄给你盒子的那天。他没有背面。第三封信真的没背面。堆积如山的文件，挂钩，挂钩可以干嘛？哦，天花板啊！哦哦，这边吗？1883年到1790年，画笔、丙烯颜料和密封不严的罐子，不管那边是什么，他都把所有的架子都弄脏了。地板的痕迹和暗门有关系。这个。Done. Although I'm not sure if I should be relieved, to be honest. Oh, 我听到哭的哭声了，真是糟糕的声音啊！然后我要找那幅画，这一幅吗？太可怕了！我记得这幅画是《语言的力量》，作者是玛丽·罗杰，日期是1798年，所以是98喽。倒影就是复制画，不过很有说服力。原作可以追溯到1745年。我可以看到外面阴架最高的部分，要是我从其中一户窗户爬出去的话，就能到达那里。我的妈！我该从这幅，先不要吧。我只听到哭声呢。哦哦，陈旧的婴儿床，你还好吗 ？Hello， Hey， Julia， Are you okay？ 哦，看来不好，非常不好。What is this？ 塞拉斯丁的一系列短诗，没有人知道什么启发他创作的这些东西。失去的朋友，一份离别的赠礼。如果他还是自己，改变排句。一个面目全非的身影，充满烟雾和死亡的房间，他守着门。Oh. What? Where did she go?黑暗的背景，1811年。有点受够了，好累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宝贝，宝贝哦，拼了，不是了。我可以从头吗？他就不见了，他就不见了。
三小哦。好吧，我做错了决定。那我们这就先到这边了，我有点难过，我就不小心把他玩死了。一直困在这个房子里面，让我压迫感好重哦。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了，感谢大家，我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希望大家都能有个愉快的一天。晚安，晚安。